那其实每每提到真草千字文，就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智勇独创的勇字八法，听上去呢是觉得有些玄妙，陈老师能不能为我们讲解一下？勇字八法在唐代就很流行，一般是针对初学者而言，因为一个勇字它已经代表了楷书里面的八个最基本的点画的书写方法。后来恰巧《兰亭序》又是勇字开头的，所以很多人把这个勇字的写法就进一步就强化了它的作用。所以古人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弄通勇这个字，就可以通书法的基本道理。